嘿，今天姐又要准备搞事情了。这个是之前你霸王家的赠品，就是个头有点小，从外表看颜值还挺美的，带糖果纸的星空捏，戳起来质感也是挺 Q 弹的，声音也够解压。就是拉伸起来质感偏硬些，但是的确挺透的，应该是份液态玻璃捏。那重头戏来了，那这是我刚买的金箔纸，整整100张。今天我们就挑战把这100张金箔纸全部贴到这块玻璃泥上，看看最后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？OK， 完工。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。手指戳下去的瞬间倒是挺解压的，但就是这声音，怎么感觉是在玩一堆草？不过混合之后的泥还是挺漂亮的嘛。感觉像是在放烟花，灵光闪闪的。就是混合金箔纸后的玻璃泥，质感变得更硬了，这下彻底变玻璃啦。好了，想看更多精彩解压视频，老样子，评论、留言、点赞、关注哟，拜拜。嘿，今天我准备了50张金箔纸和1斤粘土，来挑战全网最流行的解压金砖。哈哈，想想就好激动呀！来吧，先来盘个砖。砖盘好了，开始来贴金箔纸了。金箔纸实在是太金贵了，一不小心就弄破了，这次还是再轻一点吧，毕竟这大小姐的身子咱可惹不起呀。好嘞，终于贴好了，然后开始上妆啦。没有透明指甲油啦，把我珍藏的银色亮片指甲油拿出来吧，省着点用，我可是很心疼的。好嘞，涂抹完毕，拿去阳台晒日光浴啦。噔噔，我回来了，感觉有点小激动啊，好怕会没有响声，因为我感觉我弄反顺序了，应该先涂指甲油，最后贴金箔纸的。
哇塞，竟然成功了耶，没有白白浪费我的指甲油。感觉每次玩完脚丫砖就对粘土丢进垃圾桶，好浪费呀。有没有聪明的小可爱给我支个招，这对粘土还能怎么玩？我在评论区等你哦，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拜拜。嘿，又是我们的网红史莱姆原液，这次是新买的一家，之前没玩过的，趁着还没有搞钱先来戳几下。这个比之前买的声音脆多了，就是不知道起泡效果怎么样呢？不管了，上道具。我刚买的100张音波纸，据说音波纸混合史莱姆原液之后，会有一番神奇的变化哟。就是这家伙跟金箔纸一样矫情，一不小心就翻车，还是好生伺候着吧。OK， 终于贴完了，开启我们最解压的环节。哇哦，这声音感觉好奇妙呀，仿佛可以穿墙的样子，还带回音的。这个又好像蟋蟀的声音，还是成千上万只的感觉。那小可爱们，你们还听到了什么声音？记得评论区分享一下哟。耳朵享受够了，那再来感受波视觉的盛宴吧。仔细看，这拉伸的过程像不像火树银花呢？继续拉伸，还有种下流星雨的感觉，真的是超级美。
烟泡的声音也是巨绝呀，水泡过后的颜色也是别有一番韵味。好了，想看更多精彩解压视频，记得评论、点赞、留言、关注哟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